海玲啊，这个月的保单呢？怎么还没有交上来给我？上个星期我已经交给阿宇了。你们干嘛全部看着我？上个星期我不是把保单交给你了吗？哪有这么这回事啊？一点印象都没有。就是上个星期一啊，是我亲眼看见海玲把保单交给你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两个人欺负我一个？我说的是事实。 事实就是我根本就没有收到你那什么保单，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不可能？难道是我收你的保单，可以把它藏起来陷害你的？我们是一个 team， 陷害你，这我有什么好处？海玲明明把保单交给你的，怎么可能没收到？八成是你自己忘了交。反正我说没有收到就是没有收到，你们不要以为两个人可以趁机这样子诬赖我。你怎么可以恶人先告状？我恶人先告状。 大家都知道，你跟俊从头到尾就一直看我不顺眼，一直以为自己经验比我丰富，资历比我深厚，年纪又比我大。当初 Raymond 啊把你们调来跟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们一直耿耿于怀了。平时你们在背后怎么重伤我，我也就不跟你们计较了。好了，你们不要再吵了。我不管你们谁对谁错，大家都是在同一个 team 里面嘛，应该互相帮助啊。海玲，你也不要一直针对艾米嘛。 好了，这次就算了，你赶快把保单补上来吧。艾薇，我这些客户你帮我 follow 吧。没问题，交给我。那今天就到此为止吧。喂，对啊，刚刚开完会，当然要吃饭啦。哎呦，金亨，你定位嘛？看他那副风骚的样子就讨厌，明明是他不对的，亏他还能做这一脸无辜样。 扮可怜，海玲啊，你怎么不说话？我被他气得说不出话来了。看他得意的多久。<笑>好啦，拜拜。海玲啊，我下午还有点事情，这些 client 就让你 follow 吧。又是我，谁叫我是你上司啊？ 你不想做的话，辞职不干喽。反正公司多你一个不多，少你一个也不少。要我辞职，没那么容易，大家走着瞧吧。那就麻烦你了。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，慢慢见吧。